请收看《慧心世界》金刚八节波罗蜜经。心中一想法皆虚，儿时传遍天人心。各位贤士，各位同修，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天地立宗，圣人立教，天地就是咱的根源，伏羲氏所开始一化开天，再化辟地。人力其中，万法生成，这即是宗教。所以宗教不是叫咱拜拜尔，拜拜就是叫咱爱尊重、尊敬天、尊敬地、尊敬所有一切的人。世间的人，无论是王侯将相、凡夫走卒，咱拢是有咱道生的因缘、道生的关心。所以咱莫讲哇，我现在无法度佛，唔是安尼啦。啊，唔是哦，我这无法度我菩萨。我告诉各位。空气即是菩萨，啊！拄只，咱讲小时边仔一盆树啊，树啊，甲恁扎咧，互恁看袂着，安尼弯安尼弯，看袂着舒服，迄个就菩萨啦，你知无？迄嘛菩萨，菩萨的行者当下甲你挡住你的视线咧，嘿嘿，执行的哦。所以咱唯心圣教。有三个单位，一个南天文化院有执行长，啊、哦，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有一个执行长，啊、哦，那呢，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有一个执行长，咱都有三位执行长，啊、哦，咱每年你的水陆发挥。啊，轮值的法师拢有执行长、副执行长，这拢是菩萨呢。那么相对各位同修，你嘛是菩萨，行道者行这个道的嘛菩萨。啊，那么两种人，啊，善良心，咱直接回到空界，成圣成显成佛等于这。世间就是大菩萨，啊，有诶咧，糊里糊涂，世间糊里糊涂，无恶不作，无恶未作诶，啊，迄嘛是菩萨的化身。甲恁讲，歹事袂用做，那做咧会互政府咧变变掉，哎呦，歹事袂用做。哦，这嘛是菩萨，所以呢。佛家叫做无善无恶，这嘛是咱所讲的经典所在。所以每一项的教育、教育，拢是经甲典。经就是它要经过典，坑底下，互你看的，互你读的。所以经典唔是干那讲，我这本叫做经典。不是说哦，这部金刚经啊，王禅师所这部真经，这是经典。所以经典在你身边周围拢是经典。啊，前几天啊，我到
上海，啊，到上海呢，啊，去咱一间企业公司，真大间公司，上市的公司呢，啊，去甲工厂要破土的时，啊，因为时间足迫的，雄雄啊，爱输去破土，等你主持，结果我台胞证那个，我无办签证啊。啊，用落地签，用落地签呢，就去上海。啊，过海关的时呢，我就要落地签。足侪人落地签拢签了了啊，剩我的也未签啊，也未出来。我等等要两点半钟啊。哦，我甲遐小姐讲，你是安那？啊，我会遐慢啊。伊讲哦，你都我一个部队。国台办去，啊，上海市的国台办，啊，然后呢，还佫报去北京国务院，哦，国务院的国台办，还佫报去，准则会使咧来。我打一声呢，较早拢点半钟呢，啊，即摆呢，就爱佫呢算两点半钟，啊，结果啥，国台办的因中央的呢。啊，中昼去啉酒啊啦！啊，去啉酒咧，啉到过瘾啊！哦，我呢，啊，才敲电话转来，咱的，请咱的延平法师敲电话转来，咱国呢，啊，陆委会，啊，陆委会咧，因才搁敲电话对北京去讲，因咧啉酒啦。好、哦，即摆习近平的，我讲。在改革，结果遐要在啉酒啦，吼、哦，这毋知是改革改倒，咱嘛毋知啦。啊，那么迄阵怪讲我为什么不提早先办，不提前来呢？不提早来啦，不提前来啦。这都是经典呢，告诉咱依法，啊，入境随俗的法。结果要请我过大陆的，因无事先甲我办入台，无入大陆的诶签证，即待等两点半钟，我伫遐咧啊笑一笑啦，哈、啊，我伫遐咧等咧花旦啊，好、啊、欢迎来捧茶来，无嘛无茶啊。哦，因为咱目前台湾甲大陆还在对立嘛。他为什么我要端茶来请客呢？所以这嘛是经典呢。啊，这典是藏在那里啊，已经都是足多年啊。国共打仗，两岸打仗，凑合到台湾来，啊，对立势不两立，哦，那么楚河汉界，哎呦，这个问题啊，啊，在这里几十年啊。几十年啊，啊，几十年啊，这个都是经典呢，告诉我们时运都在运行，啊、哦，都不停的运转，到这么来呢，还不错，啊、哦，已经啊、哦、在改进了啦。但是在上海，在那边呢，我在等的时候等两点多钟呢，哈、哦，那我们一位师姐的弟弟啊，去台北啊，修行上相当有，诶，嫉恶如仇啊，他绝对不去大陆，因为他这是共匪，哈、哦，共匪，哈、哦，不值得去大陆去行。但是这一次呢，他突然间说啊，要跟我去，哦，跟咱师姐讲，当时呢，哦，就买了飞机票，办了台胞证啊，啊，因为伫这机场遐跟我谈了很久，啊，很久呢，啊，我讲讲吼，你看呢，你共匪在哪里？有没有看到？那无坏呢哈，无坏共匪啊。
哦，那我个比如以前呢，咱台湾旅游的时候，有一个欧巴桑要问路，去十字路口呀，看交通警察的公安呐，啊，请问讲话路怎么走？什么讲话路怎么走？那公安的地方莫名其妙，因为也没听过什么叫讲话。这个正世间的有为法的经典哦，说老来啊，你这样叫经典，他躺你也保死耶，你一定寸步难行。那么我们那位师兄呢，我你有看过拢无咧师傅，原来后上海机场比咱的台湾的中正机场、桃园机场搁较熟悉哦，来咧哈。啊，那你看啊，无戴迄个、迄个一星的帽，啊，无就迄个西瓜皮的头发的女人，啊，无穿蓝色的、啊绿色的迄个机场，我拢共款啊，天下一家亲啊，烽火佳人呐、啊，一家亲。所以入关了以后呢，到苏州、上海、苏州去行去看。看了苏州、上海的发展的情形，足赞叹！哇，我看到在台湾啊，听下政治佬啊，啥子政治佬啊，你知无？哦，讲啊，大陆偌歹都偌歹，什么不好，什么不好啊？伊歪来去啊，哦，拢哎呀，大陆的变数吼，拢是千层派。啥千层派，你知无？台湾的蛋糕啊，一丁一丁是他去的饼呀、啊，哦，遐厕所大便啊，哦，晒下啊，拢无关门的，啊，即摆的足标准的，比咱这样子坐的下都来啊，哦，在变嘛，所以你用古时候的经典，不能用你现在头脑不变的话，保死的，所以易经就是在变，一直变，然后曾经有修行人。来讲哦，但我有几经文所讲，有几百游巡，几千游巡，哦，爱行啊行几工，我讲你安尼行，你包死也是无用。啊，你台湾要行过大陆，你行袂过。啊，你若无办着手续，你就偷渡，啊，马上关起来，也过不来，也回不去。哦，所以你古时候的经文，让你告诉你从空性。来可能告诉他的灵性，很多事情能在过去的生活状态啊，过去的生活方式，你不用现在又提过去的用法来做。尤其那的易经风水，那的风水学，现在社会足侪风水，提较早的风水安怎，安怎盖哦，安怎创，安怎做啦，哎呦，胡说八道。现在不一样啊，现在的时代风水有高楼大厦，以前相关就是两楼啊，那孔子学那个山东啊，啊那个孔子孔林啊，因为家里相关的两楼而已，古早相关两楼结结三楼，现在三十多楼101楼的，那较早的风水拿了现在你怎么用？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爱有的智慧，而又有如6月13、14日，那是在香港啊，香港珠海大学啊，香港呢新界啊议会啊，刚才那些啊好多的团体文化团体邀请苏富贵啊演讲。啊，香港议会啦，遐个演讲，啊，演讲就是讲开始嘞，现代居住空间的哲学，啊，现代居住空间的哲学就是风水学吧，啊，我用风水学，易经风水面面观，啊，人家教授嘞，校长教授嘞，啊，博士嘞，啊，用比较新的名词好不好？用现代居住空间的哲学好不好？哇，好啊，因为在变嘛。你讲易经，易经是在变，
不是一成不变的。所以咱修行的同修，咱从空界无量劫以前到现在，咱在这个时代，这个时代，咱会转生投胎轮回嘛好，还是成愿再来嘛好，咱爱用这个现在的智慧、现在的知识、现在的各种生活形态来看古时候经文佛所讲的一真实义在哪里？佛所讲的不会变的，不是文字不会变的。那是现在大陆，我把这个《天德经》上就大陆，王禅老子《玄妙真经》上就大陆。因为就是讲，你不用用这个经文书的，不用用经这个大陆都不准。那么你都改做按规本的用黑呢？用黑呢？大陆都用这位啊？那么我来这位呢？唔好来这位，看了《天德经》。《天德经》呢，里面有一句，他们会变，不让我进去。后来我进来很好，这部经很好，《天德经》里面有一段，这蓝天。在中国台湾的 南方上空，有经文啊，恁恁有读过无？有啊。伊都爱会着啦。中国甲大陆是一体的，你可以就可以进来啊。所以就都在变，在变，想法个人想。这个是所有一切典藏在地球上啊。你看得到的，拢叫做经典，拢叫佛的智慧。所以各位同修，咱学道不要一成不变，那么狭隘。古早佛祖讲的安怎？古早个佛祖讲的，你得要去到伊爱用行，无你去行讲的，都不对。哎呦，头壳爱动了，无就变神经病的。所以咱当中有修行的来，神经兮兮的，我哩无要紧，去哩倒去。我无要紧是因家的代志啊，我才要出来在修行啊。那修什么行？我对都是大师的修行。我今要来跟你论禅呢，禅要怎论？你也看你神经偏偏的，神经兮兮的，你就是禅啊啦。我跟你看，一定看，看无家己，因为人永远看不到家己后头好啊啦，家己看袂到家己面只有镜。哎呀，师父啊，你法是安尼修啊？做人做尽责任，那就好了嘛，问心无愧嘛，安尼就好啊嘛。你无惊等你出，无惊来挨饿，安尼咁样修行。你讲当时佛祖都甲无惊等你出，一国王诶，有国家咧饲无惊咧，你敢有国家饲你无惊？尤其台湾的福利。不像美国、加拿大，因为福利办得遐好，那么咱即摆现钱赚，钱现赚了六起好，那么先进国家因有甲咱做税先扣去，替咱出场，你这敢有？无啊。所以我的法门的想准，做人做到问心无愧。那就是最高的鬼谷文化教育哦，所以啊，这位先生啊，师父啊，谢谢啦，你今日啊算一工啊，我唔敢来算，算就训啦，训斥啦，我唔敢，我只提供我的意见给恁听尔，这就是经典嘛，来问我讲，师父啊，你修的法是什么经？
我往生到做显妙真经，我往生到做这显妙真经，无讲天顶什么法的啦，想讲天顶什么法都无讲，无你唔相信显妙真经，你总常常偷偷了嘞，你个搬去天顶一定甲会下啦，你相信无？你个搬去天顶一定下，你搬会起哩无？搬袂起。你只有把天提起心肝来，我把天放在心中，山河大地放在心中。那么就先生，哭了几年，谢谢老师，谢谢张先生，谢谢老祖，吼、哦，我悟到啊，天在我心中。那么相对道在心，道在心，佛嘛在心，心就是地位最高境界。哦、所以我们从太极图跟你说得很清楚，我们看这太极的这就是分，这就是地，这是知，这就是知识，太极已经说得很清楚嘛，知识知道去认识佛就是大智慧，啊，佛就是圣，圣，啊，上帝，拢是叫做光明天，啊，这是山河大地，啊，哦，山河大地。啊，有人说已经牵挂，前对离进顺坎进坤，或者拢是伫世间内底，但是嘛伫空界的面顶，所以空界上面呢又有一个阳的，又有一个阴的。这就是这个世界，这在咱的思想里面，思想里面，思想里面，啊，这就是咱的行为里面，所行所为行为里面，这两个合起来，鬼谷文化，鬼谷文化，哦，所以这个拢叫做世间所藏的事情。弄这个叫做经典，啊，你知意思无？啊，恁家厝前迄个石头嘛是经典啦。哦、啊，你啊去，等于看恁家迄个石头，你啊弹，伊啊喊我输你，一定会喊，叫做如如不动，修忍入恨，忍人所不能忍，你个怕破。伊嘛石头要石头，所以这拢是智慧，拢是经典。所以各位同修，经典所在之处，就是咱每个人从空界来到世间，所有你看得到的物件，哦，伊所成型成的物件，啊，在你眼前身边周围的物件，拢是经典的视线呐。Oh